不要动。人在分着。好，眼睛看，眼睛看国旗。虽然只有两个人，但是学校还是坚持着每周一的升旗仪式。前些天，旗杆被风吹倒了，升旗仪式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东张镇南湖村是福清地势最高的山村，只有一条蜿蜒山道通向山，交通、通讯都极为不便。由于急弯不断，当地技术最好的摩的司机开到山顶，最快要近一个小时。南湖小学就在山的最顶头。现在小白兔和小灰兔，一共分成了几群？两群。那先数一数，左边一群几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左边八只，我再看右边几只。他叫吴翔，是南湖小学唯一的老师，所以也就兼任了校长。这个小男孩叫姚和峰，今年7岁了，上一年级，目前是学校唯一的学生。树冠在后面，这边冬天的时候，我那个门关一下，就比较暖和一些，空间比较小一些。现在来看下面一点。这个冬天，吴翔把课堂搬到了教师宿舍里。下课的时候，他带着我们参观了原来的教室。三个书。那现在再看看。有一个学期也在这里上过，因为在冬天来的时候，这环境太大了，很冷。在教室的墙上有一张课程表，一天6节课。现在虽然只剩下了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，但是课程表还是一直在沿用。你在这里最多的时候教过几个学生？有10个，一年这边一上完，就接下去要上2年了。那一天就是这样轮换着上，你一年语文上完上数学，你一年上完，怎么上2年？那一边做作业一边上课，那就比较累一些。一个学生那课堂学习气氛是没办法调动起来，不像当时人数比较多，你不回答我就抢着回答。越来越多的村民搬到外地。南湖小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，最大很多了，最少应该有100来个吧。他现在都跑到外面去了，是吧？他现在学校外面学校，是不是？有些人都跑到外面，没有些人都在这里了。村里的人都说学校留住，要学生就说有外面老师来教，买的人都留在这个学校读书了，是这样的意思了。不想说去外面这个瓦斯啊哪个地方去图书了，是这样的。就在村里头图书一样，是这样的问题的。近一点。近年来，南湖村的村民大多外出务工，孩子们也随父母去了外地的学校念书，留在村里的多数是在家务农的贫困家庭。今年，小和峰是学校收到的唯一一名适龄学生。还要默写是吧？默写什么？上午哎，我长体弱。你爸爸妈妈在家里吗？来到东庄，我爸去东庄，我妈在果山。那家里谁照顾你啊？我奶奶。平时都跟奶奶在一起啊？那你有没有看过镇上的小学长什么样子？那我不知道，我没去看。
由于学生太少，加上山上艰苦的生活条件，前任校长要退休的时候，就没有老师愿意来南湖小学任教。当时我们南湖小学校长要退休，但是没有接任的老师，有几任老师都先后走了。还有当学生听说这个姚校长马上就要退休，而这里学校又没有新的老师接任，所以很多学生当场就哭了。当时的吴翔刚刚从一个山区学校调回中心校，听说了这个消息，他又萌生了进山的念头。当时听说我自己申请来到南湖，很多亲友感到不理解，就说母亲辛辛苦苦养育你们几个子女，那到时候真的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怎么回来？或许是因为之前20多年的山区教师经历，深知山区孩子上学不易，吴翔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还是来了南湖小学。这一带又是五年。想我同学陪你玩吗？我因为我喜欢拔河，拔河也是属于锻炼的时候。书里面要有了，拔河要四个人，没有人要拔。平时这只小狗也会跟着小主人来到学校，没有其他的同学，这只狗就成了小和风最好的玩伴。你叫它什么名字？噜噜噜，很乖。那你喜欢跟它玩吗？喜欢啊。中午11点放学了，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姚和峰的父母亲不在家里的时候，吴翔都会送小和峰到奶奶家里。看别人小羊都在家前里笑如笑默默的。哇，今天又会长了，快点走，长了，现在长，现在长。完蛋了。炒菜，等等啦，搓啊搓，红点啊。这都嘛，这土土的不？来土土干。土土干，你怎么弄了？借这个耳朵。那人就是嘞，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抓你我那鼻嘞，这短汉得有一头，可腿得有露腿了，也做我那做菜用不快喽，不啦？那个咱们去搞鱼干嘛？看看那个，我可以搞鱼，对吧？有时候刚上来，菜比较多一些，过一段时间没什么菜。那这个黄豆吃几顿？一般吃2-3顿。有时候吃1-2天，那再放一个。随着外出打工的南湖人越来越多，留守村里的人也越来越少。对吴翔来说，有时候寂寞是比吃饭更难解决的问题。原来手机信号也不好，有时候固定电话也说也几天没信号，有什么事情打不进来，我有事情也打不出去。那出去下去的话，车费又太贵，既然选择了这个学校，那寂寞啊，孤独，那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了。2008年的时候，卫星接收天线了，那后来那个第二个学期来的时候就坏了，因为湿度太大了，电子线呢也没办法用。电视坏了，现在晚上怎么过？
主要看一下主，还有听一些收音机。山脚下是位居中国百强经济线前列的福州福清市。福清市的夜晚灯火通明，车来车往。而在海拔884米的山上，这所空旷的学校里只有一个孤独的身影。随着期末的临近，第一学期的课程即将结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村里传来了南湖小学可能被撤并的消息。啊，我心里想，这个吴老师教学生是很好，然后他，我希望他在这里教。如果去贴走了我的小鬼，我一个小鬼，我还有一个大人在那里跟，我没空。带下来，你变成整年学生都要在这底下读书，那你家长肯定。一年至少要10个月都要跟在这下面，那这个重要的劳动力的一出去的话，不是会给家庭那个经济造成的影响？我这么近，我不要去带，也没有什么车，放心啊。如果在地下室，我这么小，车很多，人没空去带，不是不放心啊。家长要陪着接送孩子上下学的，这些问题他们要解决。那有的人他租房到东站，他会做一些手工活什么的，有一些事情可做，那有经济来源，这个对他们来说还没有困难，还不是很大。那对有的家庭来说，这个下去的话，孩子下去东站读书的话，会经济上困难比较多。期末的最后一节课，萧和峰显得有些安静。这一节课过后，两个人的学校或许就再没有朗朗的读书声了。他没做完的作业回家怎么样？没有在家做啊，不然你第二天上学的时候老师怎么样？那检查作业那里呢？没作业行不行？最后一次送小和峰回家后，吴翔爬上了学校的楼顶。你这一次这个学校可能就要撤掉了，所以生活了在这里这个村子生活了5年时间，毕竟有点留恋。南湖小学撤并后，吴翔老师来到了另外一个山区小学岭下小学，这里现在也还是只有他一个老师。虽然也在山区，但是交通生活条件却比南湖小学好了很多。这间是卧室，对。这一边是临时的厨房，因为这个厨房这个里面也会上面也会漏水，所以过一段准备移在门口，办公厅的门口。是衣服，这位男同学穿蓝衣服的男同学，他坐在第几组？第三排。第几排？第二。对。从一所山村小学到另外一所山村小学，吴翔的教学生涯都在山区里度过。他原本也可以选择留在镇上，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，但当一名山村教师是他的选择，对山区教育的选择。我叫陈梦欣。我叫吴小琪。我叫吴佳。我叫陈梦欣。只要有一个学生愿意在这里读书，那我就继续留在这个学校。
You're insecure, don't know